七，新年第一问，你会为了霸气吗？送你好闺女我去原始森林当野人吗？宝贝，你本来就是一个马骝，也算是放生啦。亏我还给你点了肯德基快发财新春大金桶呢。祝你 KFC， 祝你快发财，祝你 KFC， 祝你快发财。啊，这话我爱听。谁呀？我房东。就是去，我要找房租。去年2000，今年3000。3000？我让我老板把我工资直接打你银卡上得了呗。老娘不住了。那你不住了，以后住哪儿啊？噔噔，早就找好下家了。2000，养老院。咱们这里呢，24小时免费 WiFi， 每天4菜1汤，还有棋牌室。怎么样？你准备在这里住多久啊？住到岗。哎，奶奶好，我是刚入住的姜世新。哦，象棋啊，我也会啊，我陪你玩两把。谁？你谁呀？还敢抢我刘老头的位置？年轻人来这的，养老院不欢迎你。行，不跟我玩，到我玩儿去。玩电脑有什么意思？姐姐，选我做你的广场舞伙伴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做的游戏。完蛋，我被帅老头包围了，里边全是50后的老帅哥，那可比有些老大要强多了。我们继续下棋。不跟你玩了，世新，快教我怎么玩。哎呀，看来有个人要吃丑喽。年轻人就会玩这些，谁说的？有本事咱俩比比。比什么？就比您手中的这个象棋。好，3局2胜。你要是输了，立马从养老院滚蛋。十七，还是算了吧。他可是获得过全国象棋比赛的冠军，你呀，赢不了他。要是我赢了呢？我把我2个宝贵的孙子送给你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张军，你输了，老头。我纵横棋界30年，怎么会输给你一个小女娃？看来我老了，真是 AI 改变命运啊！奶奶，走，我请你去吃好吃的，你也一起去呗。我才不去呢，我请客。那行，你这么年轻，早就住养老院了，还能为啥？穷呗。那你没钱还要请客？总不能用你们的退休金吧？祝你 KFC， 祝你快发财。这是啥新品？这是肯德基过年推出的肯德基快发财新春大金桶，里面有热辣带感的七味干碟香土鸡，外酥里嫩的黄金玉米酪酪风味脆皮鸡，香甜酥脆的奶香玉米派，还有足足4个大汉堡，你们放开了去。里面还真有玉米粒，太符合我老婆子的胃口了。奶奶，爷爷还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呢。嘿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这一招管用吗？就你这个机灵，你会发财的。来，举起你们面前的城乡开运透纸拿铁，一口城乡，心想事成。干杯！真羡慕我啥时候也能铁树开花呀。姜十七，还真是你。这是你闺蜜吗？这是敌蜜。没想到啊，你都穷得来住养老院了。你看看这一屋子的老人味，还有你这一身的穷酸味混在一起。你才屎壳郎打哈欠，臭嘴一张。我现在不要过得太好，那我看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我男朋友可是养老院院长，你得罪我，你就得睡大街。我看该睡大街的是你。你这个死老头，等着，亲爱的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姜十七还有这个老头让我很不开心，快把他们赶出去。来，你们俩。不行啊，老刘，你走了我可怎么办？你不就针对我吗？你冲我一个人来，别难为老人家。十七，你放心，他赶不走我们。来，保安，把他俩给我带走。谁敢让他们走？哎，李总，您可是咱们这养老院的投资人，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要不来，你就把我爷爷给赶走。孙子，你来了。爷爷，你被开除了。这位姑娘是姜十七。爷爷下棋呀，把你输给他了，你现在是他的人了。啊。